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蔡哥，然后现在是5月26号3点24分，今天是礼拜六，所以昨天去日本嘛，很累，刚起床也是很合理的哦。我们今天要去公司一下，那个第一个访问，人生中的第一个访问，是学生访问哦，我跟学生约在我们公司 ，Let's go。那为什么今天特别要稍微小拍一下影片呢？所以说最近都一直没出影片以外呢，特别是因为这个访问嘛，那因为呢访问的人很辛苦嘛，好，特别在假日的时候还约我们访问，所以说呢我特别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笑话，这样子慰劳他的辛苦。好，那这边上面是这次扣款的金额，那这边是你的余额，好，这边余额，这边可以钓鱼吗？不行。好，那这只是剩余的金额，那不是余额，那是余额，不要搞错了，好，不要搞错了，不要搞错了。这一条路不要骑，这条路凹凸不平，骑这一条会比较顺一点，好不好？这是我的一个 U bike 小经验。大家在骑这个101对面这个脚踏车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，因为旁边它这里有那个楼梯上来的那个大建筑会挡住，那个转弯出来的时候你要骑慢一点，不然他如果冲过来，他没看到你，你也没看到他，你们就相撞 forever， 好不好？他如果两个互相依赖，可以结婚，可以交往哦。所以从那个脚踏车道，哦，老鼠，转弯出来的地方要小心，很热，今天很热。然后我们还完车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坐垫就是它怎么样都会晃来晃去，所以我们就要反着弄它，下一个人才不会晃来晃去，因为他那个车就会拿去维修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这个还有吗？我要个综合的面线。综合的。对。大的吗？对。对。都可以加吗？对。这一半我先给您。好。这样就可以了吗？谢谢。今天有够热，好热好热，我很快乐。哦，原来是单压成一哦，厉害哦，很会压哦。Hello， 因为我刚刚进来之后就发现我的 GoPro 没电了，所以我现在就开启用相机哦。然后这个是这个 Banana Island。送我的应该是香肥皂的东西，他的要送我的原因很酷，他本来要送东西给那个阿汉小老弟哦，结果他哥知道这件事情就说，你如果不送给蔡哥，你就不要给我送给阿汉小老弟，这样在威胁他妹哦，这样子这样的一个状况哦，我们来看看是什么东西。哦哦哦哦，旁边这边有订书针，要小心。哎呦，哇哇哇，你看看啊，哦你看看，哦这个都是。精油啦，哦，他还说要指定给谁啦，哦，纯净之心是给我的哦，因为我可能相较于呱吉，我的心比较 pure， 呱吉的就显然是比较dirty。那我大胆猜测，左边这个小罐是我的，有个纯净之心的味道。好，那这个就给呱吉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好 ，Banana Island， 好不好？香蕉岛，那个谢谢你，尤其谢谢你哥，没有你哥我就没有这个精油了哦。好，谢谢你哥，还有谢谢你哦，谢谢娘啊，娘啊，娘啊，耶、yeah, ，他来了，第一个人都会叫成功，其他人都叫不成功。来，帕皮姐，娘画家。帕皮姐，通常只有最早来的人才控得住的啊、哦，我只能靠第一个来，他也没人可以跟他玩，所以我就跟他玩。好、哦，他要下去了，鸟啊，先让你跟大家 say 拜拜，拜拜，我是鸟啊，再见。OK， 现在吃东西了，夹起来。OK， 访问的学生来了，有点紧张。好。那如果？就是没有人笑，很尴尬的话怎么办？对吧？你们都像这样子，自己练自己笑声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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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会知道谁。不会。
会，你没有遮到了。好，那今天是我们的访问团队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邱廷玉，我叫赵柔，我是恩翰，我是杨耀庭。OK 哈、哦，那他们今天呢来跟我做一个访问这样子啦，哦，好，那我现在这个演一个笑话给他们看哦。哈哈哈哈哈！想请问一下我在干嘛？打车？没有，我在模仿叶问访问。啊！没事啊，现在这个大学生，你看才大一而已啊、哦，每个人又帅又美啊、哦、啊！前面尴尬，都已经讲又帅又美了，自己不会欢呼一下这样子啊？好 ，OK， 拜拜，拜拜。嗨，那谢谢他们的访问，他们还给我伴手礼哦，这个是冰蜜柚红茶，那这个呢？也是冰蜜柚红茶，两杯虽然一样，但是呢很棒。两杯都一样，但是也很棒。哦，他们还给我两组蛋糕哦，那根本就是感人哦，感人肺腑哦。这个是这个巧克力的哦，巧克力的蛋糕，看起来不错哦。然后这个是啊啊啊。这个是这个乳酪的啊、哦，乳酪的，哇，这个纽约客气死是不是？这个 OK 啊、哦，这个算是第一次被访问了啊、哦，那感谢他们的赏识哦。那这个不知道会不会讲得很烂哦？会啊、哦，会讲得很烂，但不过呢，就是呢，哦，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嘛，我慢慢的变好，你们也慢慢的加油。那大家都一起加油，好不好？都加油起来！今天的这个就算是我礼拜六一天的日记，从3点才开始的日记哦。好，拜拜。